空调关了热，空调不开冷，空调开开也不美呀、啊。哎呀，好热。谢谢芳草地的鲜花、玫瑰花，感谢啊！刷满了能给你的口哨按摩推轨机上吗？可以啊，多大点事儿呀？那都不是事儿呀。好呀。上吧。你也不会上，你也不会给我打满了，你还要说这种话。你也不会给我打满了，你还要说这样的话。吹多了顶啥意思啊？不上就不上，别给你整的自己多那个啥一样，刘总都给你安跑了，安跑了是啥意思？刘总都跑了，刘总跑了，刘总给我开除了，跑了，说我这个秘书不行，说我这个秘书不行。秘书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改名马团长，不再是秘书了，都没有总了还当什么秘书呀？吃点这个牙疼。下播散会，你就没到时间，没有到时间，没有到时间。要不你给我送个飞机，我下播算了，我磕饭去了。湖北人说话磕饭，湖北人说话磕饭。湖北人说话磕饭。你天天就认识灰机啊？那你灰机不开，你开个跑车呗。跑车跑车不开，灰机不开，还说我就认识这些，怎么了嘛？啊，我想认识那一号，我想认识那轮船，你有吗？连你让你个棒棒糖打满，你都打不满，还说那给谁不是给呀？给我怎么了嘛？感谢满风，英国比尔盖茨遗体被找到，比尔盖茨死了？为什么他头条推送了一个这个呀？
开大车练漂移，你来啦，你来啦。今天不活跃了，今天没有人跟我聊天，就你啊。活跃什么？你上个特效都活跃了，你特效不上，活跃个灯。我这推土机你要开走不要？吴总，你看你走，他们都走了。他们说刘总跟马秘书开除了，还要他干啥呢？这事儿整的扎心了。他们还说你一走我都不活跃了，死气沉沉的都走了，为什么呢？又好热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俺总长总短，人家说马秘书是刘总的，美了，呆了，呆了，美了，什么开花了呀？那句话叫怎么说呀？你可美了，你可呆了，什么开个花呀？我的妈呀！我这脑子今天怎么了？那叫什么开个花呀？下次我要这样斜着坐着。干别人那不正点做，斜着做。风韵犹存，喜欢就好。感觉你就喜欢我这样的，所以我这个样子都是为你而长的，除了小一点没毛病。俗话说啊，狗屎都好，长人大干啥呢？走路追，知道不？也不见得长大只能观看，小了才实用，小了才实用，长大只能看，使不了，你不懂。对，太大，你看是不是？太大了握不住，你还要脸凑上去啊，那姿势多不方便呀。哎呀，有点不方便，你想一想，用你那八戒的脑子想一想。
嗯嗯嗯嗯。